我们这边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周捐懒人报的部分。首先画面上大家看到就是宇宙序章下篇要潜能解放了，道罗斯的队长祭司受妖龙攻击八倍血1.8倍，必然延长转租时间1秒，消除一组符石的力数越多，龙兽妖攻击额外提升越多，八颗就是来到9倍。如果队伍中只有光龙兽妖的话，全队血攻会在额外1.8倍。队伍技的部分，道罗斯是单边队长，但是副队也要是宇宙序章成员才行。无视燃烧光龙兽妖进场 CD-6，移动符石撸过去碰到的电击珠会解除，并添加为龙族珠。再来是骑手的前十颗会变成光龙墙，所有属性珠会兼具光，光则是兼具宇宙序章成员属性，还有新的效果。龙兽妖的珠子也会互相兼具，如果有消到一组八颗的话，龙兽妖成员攻击会在额外3倍。那如果是消到一组八颗光的话，龙兽妖则可以无视固 C 还有拼图哦。再来是如果你只有首批消除一组符石的话，这边会直接帮你加八康，队长跟战友可以无视反手消，并且还有一个攻击力5倍以及追打无鼠射白白一次。另外道罗斯首次发动主动技，这边还真的可以帮你补充龙脉仪一次。再来就是每次开招的时候，这边可以还原被击碎的龙脉仪哦。如果有成功还原的话，龙脉仪使用次数会变为1，并且帮你直接除满。主动技的话是 CD6 可以发动，一回合内发动技能跟回合结束的时候，会把自身直航的符石转化为光随机种族强化珠，自身攻击4倍，龙兽妖成员可以无视三属无鼠，并且增加6 combo。队伍中没有一个龙兽妖成员，额外再增加2 康，最多可以增加到12 康。那如果队伍中是没有2个龙兽妖成员的话，会额外增加1回合效果，最多可以让你持续3回合。眼球的话，队长既是龙兽魔攻击9倍，血回1.8倍，必然延长转珠2秒，新兼具所有属性。如果消种族珠的话，龙兽魔成员攻击额外9倍。队伍技的话，一样是单边队长哦。解放后的格赫罗斯兽类、龙类以及魔族成员攻击机制会跟随最高的那一个。进场跟每回合结束会把所有成员直航的符石添加为该成员的种族珠。另外，龙兽魔珠互相兼具，所有属性符石会兼具宇宙序章成员属性的效果。如果队伍中宇宙序章成员越多，获得效果越多。三只的话是龙兽魔血攻回1.8倍，四只的话可以无视燃烧跟中毒，5只的话可以无视固 C 跟连击相等，6只的话是宇宙序章成员攻血回再一个2倍，并且技能 CD 永久减2哦。进关的时候，宇宙序章成员进入10回合亢奋状态。主动技的话是 CD8 可以发动，一回合内宇宙序章成员无视反手消、符石连击灵化还有指定连击法印，所有符石给你二消，效果持续到一种符石消到30颗，然后会根据本回合达成的 combo 数，下回合增加相同的 combo 数哦。如果队伍中只有宇宙序章成员，回合结束 CD 自身会减2。再来就是小奖阿布霍斯，主动技是 CD6 可以发动，解除宇宙序章成员的疲惫状态，然后把水星重新排列，一回合内全队攻击 2.5倍，宇宙序章成员可以无视攻前哦，可用之兵又多了一张了。如果首批消除相同组数的水更新，自身 CD 会减5。加塔诺托亚的话是 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如果队长是宇宙序章或兽的话，解除连环光老还有风暴一回合，自身会进入一回合亢奋状态。队伍中没有一个宇宙序章或光属性成员的话，会扣除15%当前生命力，然后把宇宙序章及光属性成员直航符石转化为该成员属性的种族强化珠，其他成员直航则会添加为加护珠。再来是有一个全新的地狱级编制法典的秘贤秘米尔的话是光属性神族 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解除神族成员的休眠状态，神族成员会增加一回合亢奋，引爆暗珠掉落光墙，光属性伤害对所有目标伤害额外2倍，达成大于等于10康或消除大于等于10颗光的时候可以维持效果。再来是有一个全新的道具收集任务，这个大家前几天应该也有在神魔之塔官方网站上看到过。道具收集任务的话会持续3周，然后每天也会有限制挑战次数，看这个画面感觉还蛮酷的哦。再来是全新的挑战关卡假善诡计，苏菲的话是水属性的人族 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将18个固定位置的符石转化为水暗墙各9颗，如果队长是水或暗的话，则将所有符石转化为固定数量及位置的水暗新墙。最后就是双11的福利关卡。 OK， 以上是本周捐懒人报部分，带大家抢先看一下，大家对于接下来的活动或者是宇宙序章还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